各位傳媒朋友早晨，我必須要再次強調，暴力是不可以解決問題，暴力更加不應該被合理化和美化，而我們亦都不是會採取以暴易暴的方法，我們會用法治的手段來到為香港盡早止暴制亂，希望香港的社會早日回復秩序和平靜，這個不但只有利於對話的開展，亦都可以我們處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。更多精彩，盡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。